你都看到啊，鬼妹朋友整了餐咩饭我食噶啦。其实佢已经好叻噶啦。嗱，餐饭系咁嘅。咁你又知唔知佢送嚟嘅时候，其实呢兜汤系咩样嘅？呢兜汤其实佢有个名字叫做紫含藏汤，系咁嘅。咁你试下幻想一下，当如果你有个朋友，佢整一餐饭，然后佢捧过嚟嘅时候，打开个纸盒，个纸盒个 size 啱啱就好似 Hello Kitty 头咁上下嘅，然后掀开俾你睇，嗱，跟住要劈开嘅冇劈开，然后成条节瓜同埋成条粟米就咁掉落去。所以你不要问我那些汤是什么味道，总言之就是味乐园的汤。